这个经验嘛，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下潜的时候，要比较来说，就是自个注意点。危险性是相当高的，但是就看你经验丰不丰富了。一般呢就是要注重自个的身体保养，再一个晚上尽量少喝酒，少抽烟。 基本上下潜这些知识必须经过教材去学。一般呢就是像大连这个范围是最好，就是基本上就是9月份到10月份。一般呢我们遇到困难就是有时候，要是有大风的话。 就是早上出海没有风，完了一半呢，就是出海的时候能遇到就是相对强的大风，就是怕这一点，再是大雾天气，出去的话容易迷失方向，基本上这像以上这两种情况，我们一般呢是不会出海的。 烧烧烤店的，大连特产就是海鲜。我们大连的海鲜特别鲜，为啥说我们大连的海鲜鲜呢？因为我们大连的海水好，都是没有污染的海水，所以这海鲜就特别鲜。我们家今年的海鲜有40余种，比如说，就像这个蟹子，这个蟹都是特别肥的。我们大连这个蟹子。 它要比别的蟹子都要好，都要鲜，因为大连的蟹子特别好。要是新鲜这个虾爬子，比方这虾爬子，我们这虾爬都是活的，它都是从深海，都是我家自己家渔船打捞上来的，打捞上来以后然后回来卖的。像这鸡尾虾，我们家鸡尾虾都是活的，鱼各种各样的鱼，像这种鱼，这种鱼，说只有说我们大连有这种鱼。 别地方没有，这都是深海鱼，像麻棒海参，品种特别多。怎么做哈？这个蟹子一个清蒸香辣蟹都可以，比方说虾爬子、椒盐、辣炒、水煮、清蒸都行。像这种东西，像这种鱼，可以做加焖清蒸西施烤，还可以煲汤，几种做法。 我叫王爱华，经营大连这个都聚府老菜馆已经是现在是1年零3个月，我感觉我经营这个饭店带来很多乐趣，因为很多食客到我这儿来，我力争呢把那个大连老菜做的，就是最地道，最有品位，让大家吃了，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，到我这吃了以后呢，让他们都能记住我这都聚府的饭菜。 咱们这的海鲜呢，大连呢，除了大连老菜以外呢，以海鲜为主，海鲜咱们带经营有贝壳类的，还有各种鱼海鲜鱼。那大连人呢，以海边呢为主，生活的海边为主，所以说呢，海鲜离不开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的这个餐桌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海鲜卖的特别好，有鲍鱼呀、龙虾呀，还有那个太子蟹啊。 还有那个各种的虾类了，还有那个蟹子，还有蚬子、毛蚬子、赤贝，反正很多种啊。鱼呢就有10几种，那我们的加工手段也不一样，大家带来的不同的口味，所以很多人习惯到我这吃海鲜。
那海鲜呢，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啊，每天每嘴呢必不可少的一种菜品，因为它不仅是我们小时候生长在大连，然后小时候就吃海鲜，已经形成了我们餐桌必不可少的菜品。而且呢，海鲜呢对生活各种营养呢也很丰富啊，不管蛋白质也好，还各种元素摄入也好，对我们身体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嗯，大连海鲜呢，因为是渤海水深，相对比较比其他海域要凉，所以说海鲜特别鲜美。嗯，所以说大连海鲜特别好吃，很多外地人到大连特意来吃海鲜。你秋日金黄的祖国。